好，又系抵赞。赞咩咧？今日要赞下佢。边个？曾俊华。系啦。我冇同你夹过啊！你竟然 get 到啊！真系好嘢，赞咗你先，赞咗你先，好唔好？咁要赞佢咩咧？我净系做呢下，我已经估到啦，几犀利呢啲呢啲拍档真系冇得顶嘅，真系冇得顶。啊，曾俊华咧，基本上咧就去即系。寫了一個很長的網誌，就說呢一個資本主義的出路呢就是靠社會企業的。他說、哦、是啦，社會企業呢就是即係貫徹到一班哈佛學者覺得資本主義的挑戰呢可以即係透過這一種理念去解決。那他亦都說呢即係社企呢不是慈善機構，是一門生意，我們要明白這一樣東西。跟一般企業一樣，社企要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需要有商業原則的運作，所以同樣要有完整的商業計劃和市場策略。曾俊華最後一段咁寫嘅，我期望香港社企持續蓬勃發展，為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正能量，小心講啊！迷茫咪話你講粗口㗎啦。帶動社會創新，為有理想、有抱負嘅青年人提供另類工作選擇，為香港經濟同競爭力增添新元素，亦都為解決一啲社會問題帶嚟助力嘅。所以12月1日。一年的尾的最後一個月的第一天，又是一個禮拜的第一個工作天，我們要為社企的蓬勃發展是努力，努力耶、yeah， 這樣